大家好，今天孩子多，我们要做三角包吃啊。这个地瓜有两个紫色的，我是不会做，我糖嫂来做。现在这个已经削完皮了，现在刨成丝拿去蒸。这是南瓜丝、地瓜丝，蒸熟，然后拌糯米粉，做南瓜饼，做三角包。我今天是在伯母家做。这个是冰糖，下去熬水，做成糖水。水烧开再加地瓜丝。然后煮到熟。过几天，我也调了汤了，汤去那地方打个鱼。这个太烫了，等到凉的时候再拌一下糯米粉。这个凉水泡一下。好了嘞，就给你了喽。这个同样，这个南瓜丝也要蒸熟。我也想做。那个豆沙香辣椒拿回去。好，豆沙香在旁边。我也这个，妈妈也给我。我们这个要怎么做成那个啊？这个就是给它抓的，抓的湿湿的，等一下，现在刚刚的嘛，它跟那个地瓜搅拌了。这个南瓜丝也好了。这个太烫了，再这边凉水凉一下。等一下，重要的活还是要让长辈来干，弄了一张手，弄不成。我婆婆跟那个。你给你 APA 毕业了，这里全会办的。豆沙、白糖，做里面的馅。老师傅出手了。老师傅，我怎么走的？我去这里卫生间摸一摸。你吧。妈妈在这样，在这。快点，慢慢开始。这个浮上来，然后炸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。再给它捞上来。对，好，来一个，我来一个给你。来，很烫，很烫，坐在这边吃。好，烫不烫？我这好像，这好像是那种家庭做的。那是我的呢，我是姐姐做的，这是家具做的，还有这是妈妈做的。我的是家具做的，那我的是谁做的呀？姐姐。哦。下来一盘吧，大工作完了，嫂子还在炸，哎，做了好多。老师苦中药喽，要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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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啥？这一盆南瓜饼，香喷喷的，看过去特别好吃。这两盆，大家只做了一个下午了。
节里面招待客人也是挺好的。妈妈比家里面，那个妈妈不得，你去哪了？南瓜饼，南瓜饼，南瓜饼没人。